特别开心，因为我做美妆博主大概有五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呢我就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受到很多品牌的关注，然后他们开始给我寄东西让我来试了这种公关品包裹 PR boxing，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收到了好多东西，来大家看看，好几大箱子的东西，然后这边两个巨大的箱子，然后这儿还有其他好多包裹，这些品牌不光给我寄的东西，我还给宝宝们争取到了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打开看看，我真的不记得都有些什么了。我现在就一一打开这个箱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很重的，它是来自欧莱雅，呜呼，减去一层又一层，还有一层，哇，是精品涂油哎，我以前用过他家那个黄色的油，还没有用过这个。给瓶这个欧莱雅奇幻润发精油，这是高级香水香型，这是清雅茉莉绿色的，然后有一瓶这个法国玫瑰，然后还有一瓶紫色，这叫什么忧郁薰衣草 ，very nice。这款产品在很多的药店里都可以买到，我看像屈臣氏啊什么的都有卖。它这个 official name 叫 L'Oreal Extraordinary Oil 奇幻润发精油，它的主要功效就是防止头发干枯，高级香水型。挤出来一点，试试。我自己其实用油比较少，但是欧莱雅这款我已经用过，真的是你觉得头发特别干，尤其是烫过的头发，特别特别的有效。擦上之后真的会觉得头发很亮很亮，所以头发特别干枯，头发就是损伤比较厉害的，可以用一下。你可以洗完头之后，还在头发湿的时候，然后挤出来，把它擦在头上去，然后这样再吹干的话，你会同时对你本身的头发有所保护。我刚把这个清雅茉莉挤出来，味道非常好闻啊，非常好。我们可以试一下，还没有试过这几款的颜色，因为我最近呢其实都没怎么用发油，因为我最近没怎么折腾我的头发。如果你折腾你的头发，你染发你烫发的话，这种东西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你的头发的水分都会被榨干。在吹头发之前啊，一定要擦上这个，它这个油就可以来保护你自己本来头发里面的水分不被吹风机啊或者你的这些烫卷啊这种东西压出去。哇，这个里面看还有一支玫瑰，大家看到吗？这款的香型是法国玫瑰，所以它里面还有一支玫瑰，真的可以看到它这个油里面。我们知道玫瑰花这种东西是有修复功能的，不管是玫瑰精油也好，还是玫瑰花的各种护肤产品也好，它其实都是有修复功能的。那这个也不例外，肯定是修复功能非常强的这种发油，也是适合干枯损伤发质。但是这几款都是最新的，它们最新出的香型我都还没有用过，所以呢我要用一用再给大家反馈，看我觉得这几款怎么样。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给我三瓶赠礼，我以后呢会慢慢一点一点的都送给宝宝们。哎呀，第一包拆开了，我们现在看第二包还有什么，先看这个小的吧。这款是来自一个美妆品牌，其实大家知道我去做主播工作的，在彩礼的时候化妆品里面就有很多都是这个牌子的，叫 Creoline， 叫 Creoline， 叫 Creoline。Creoline 这个牌子是德国的 Creoline， 你看到这个以后它就会很熟悉，因为在专业的化妆师里面这个牌子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是我在台里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化妆桌上有这个牌子的东西，另外呢环球小姐的选美啊，还有各大选美的这个场所去选美的这种盛世当中也用到很多这个牌子东西，可能我觉得它妆感比较强，适合场合啊上妆啊什么的。我自己用过他家的遮瑕，我很喜欢，遮黑眼圈非常有效，其他我都还没太用过。哦，这个是 Lip Rose Set， 是口红啊，叫 Creoline Professional Makeup， 你看它是专业给专业化妆师的东西。这个是五色眼唇盘，唇色盘，看。哦，这还有个小镜子，还有一把小刷子，五种颜色还是非常漂亮的。我们现在俗话洗个试试好不好？先看看这个，哎，我觉得粉粉嫩嫩，很少女系的颜色。这个是另外这个浅一点的，哎，颜色很深，很上色。当时感觉还不错，我们再试试旁边的这个，这个颜色稍微浅，但是感觉很滋润，因为它这个牌子其实是给专业化妆师用的。再看这个，看这几种颜色还是蛮漂亮的啊。我觉得现在它的这个唇膏是 Flower Beauty， 我先把 Flower Beauty 擦上去，这是别的，我觉得试一款这个好，中间的这个。颜色很特别，珠光感很强，也很上色。嗯，我这个周末去参加一个舞会，我觉得可以选这款唇色。这个颜色是珠光感很强，也很饱满，感觉也蛮滋润的。它还可以用来涂在脸颊上，因为它里面有特别多的维生素 E， 好像还有一些护肤的功效啊。刚刚嘴上擦的挺漂亮的，挑一个粉粉的颜色擦在脸上试试，在手上攒一攒。因为这还有一定的护肤功效，
显得脸脸色好，少女的红晕。当然就是这种膏状的当腮红用就是千万不能擦太多，晕上去就好像你从外面刚跑一步回来，我脸下就红晕起来了。所以一个盘啊，既可以用在嘴上，也可以用在脸颊上，立刻减龄五寸。包它里面还送了两个，我觉得我挑一挑送给宝宝们好了。Ultra Foundation Palette， 哦，这款我听说过它这个产品。Ultra Foundation 是它的一款，这个它叫粉底盘，这个 Creolan 还是挺有名的，因为环球小姐选美啊什么的，他们里面的那些化妆师用的都是这种粉底。还有人用它来修容。修容遮瑕，这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明星产品。记住这个牌子真的是喜欢化妆有重要用处的人，就是专业化妆师都会选择这款产品。好，那这两个来自 Creolan。 啊，这个包裹也拆了，我们接着拆吧。拆包裹也是简单的一个事情。这款产品是来自哦，也是 Creolan， 还没有完啊， Creolan 还有更多的东西。这品牌进了好多东西啊，一是觉得我有专业化妆师水平。我们有一个啊非常漂亮的礼盒，这上面写着 Memories and Time More and More Precious Wish You Luck and Happiness Every Day。 Thank you Wish You Luck and Happiness Every Day。 OK Micro Foundation， 哦，这个是台里面化妆室里面经常有的东西，是必有的，是专门用来给主持人和嘉宾遮眼袋的。这款是我刚才说我用过的，它这个是 Allergy Tested， 是敏感肌肤可以使用的。大家看看里面这个小盒子上面有个脸，它这个脸是Creolan 特别有名的这个标志。这个是它的一个粉底，这也是可以给敏感肌肤用的。颜色可能我用稍微浅，我估计我可以用来提亮，但是这个也是干皮比较好的，因为它本身很滋润，它是 cream foundation cream， 它是膏体，油皮会感觉稍微有点油，但是干皮会也可能也会有就找到清斑的感觉，尤其是用来遮眼底比较好，因为眼底这里容易卡粉，因为眼底很干，用这个的话就会好很多。擦全脸我还没有用过，哪天我试验一下，用它擦全脸会是什么感觉？遮脸真的非常好。哦，只有一个 blot powder， 这个我需要，就是用来去油的 blotting powder， 就是用来防止脸亮啊什么的，因为我还算混油的这种肤质，所以脸很容易出油，很容易花妆。这个颜色是 medium dark， 专门是用来防止脸亮。这个颜色我觉得这个可能我可以用，这个还是我这种黄皮人的颜色。嗯，对对，我觉得长白一点的宝宝可以用它来修容粉底膏，是给干皮的，这个绝对是有组织的。 Science， 这个是 China Limited Edition， 这还是一个限量版的东西啊。哦，这个我用过，这个我用过。哦，这个是绝对的明星产品，这个三色的 foundation， 大家看看遮瑕能力有多强啊。看大家看的修容膏上面黑黑的，我把它涂上去，你看它遮瑕能力，看看这个遮瑕能力，把那个黑的整个就盖住了。这个遮瑕能力真的非常强，这也是给眼底提亮的，也是跟那个差不多，黑眼圈的克星。看看这个这么亮的黄色，看透你的黑眼圈，无论你是，我估计是大熊猫都能遮住，特别好，而且还比较轻薄。这款我也用过，这款是所有的电视台我所看的所有的大型演出节目都必用的东西，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大人物都用过，在这里不透露是谁了，但是我知道很多巨大的大人物，巨大的大人物都会用这个来遮他们的黑眼圈。我看他有没有送给我的东西，如果有的话，我想把它送给你们，让你们用一用。这个可能只有一个重点的，哇，这个大戏上场，哇，好重啊！啊，这家是来自 Upper Air 水之蜜语的亮彩染烫修护，别人肯定有，估计他们一定是看到我那个护发的那个视频了，觉得哇，我的头发好干。他们给我送的这是泡沫洗发露，你染过头发或者烫过头发，那种修复力特别强的。这个是清城水活，保护头皮健康的，也是两瓶。哇，还有福利送给你们哦！哦，好，一样三瓶。All right, more stuff for you guys。也可以给你，我还有个小盒东西，我把它打开。哦，这个是烫染修护精粹油，修护染烫损发，给秀发补充营养和弹力，抚平毛鳞片，避免毛躁，防脱发的。这个也是染过头发的、烫过头发的、在阳光下暴晒过头发的、头发没有光泽、没有生命力、没有弹性的，应该是这样。而且一下给了三瓶，谢谢。哎，我们看一看它里面有什么。护色护燥，还有蔷薇果这几种东西，与防晒实在太重要了。这个就是防晒功能，还有就是让头发抵御阳光所带来的侵害。
很好闻，就是很高级那种洗发香波的味道。倒出来质地看一看，很水润不油，就是很贵的那种洗发香波的味道。脑袋上擦一擦，我这个头顶是最被阳光侵蚀的地方，擦一擦。它里面有一种叫蔷薇果的东西，应该是有修复作用的，而且吸收的挺快的。现在我擦了这么多上去，突然间一下就吸收了，所以这个东西吸收还是不错的。多擦一点吧，再倒一点，抵御防晒，因为我待会儿要出去啊。北京这几天太热了，赶快赶快。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给干枯发质的人，如果你没洗头之后，比较适合擦这个；洗完头之前适合擦那个欧莱雅那款精油，然后把它擦上之后编起来，这是我最近喜欢的一种护发方式。这个非常非常好，它就是那种很贵的花香，像很贵香水的味道。All right， 还是不错的，脸光防晒了，头发也要注意这一点。OK， 还有一大箱，有一个大箱子，看看这个360度的 chai。哦，这个是来自花迷的，哦，这个里面有大量，这个是前两天我在抖音上看见，然后还在微博上都看到过 ，Instagram 上看到过，超级无敌火的一个眼影，他们居然给我寄来了，我太开心，大家看看这个，既是眼影也是励志玩具，他们就是看到我心里来了，我就是那天突然间一打岔没买。大家看像不像魔方啊？这个产品本来就叫花迷的这个魔方眼影，它本身它是可以这样动的，就像一个魔方一样。好，给大家抠开一个这个颜色，哇，手感很好哎，觉得是奶油状的，这个膏状感真的很强。看它的这个一共有多少色眼影？一二，数学不好，三四，四九三十六色眼影。这是一个蓝的，好，一般蓝色眼影很能看出一个眼影的这个质量。美国那个特别贵的 Pat McGrath， 它里面就有个蓝色非常的出名，跟这个蓝好像差不多。我看它是它几种蓝色。Look at this, it's gorgeous。这个蓝真的不错，是这个。我觉得现在我都是在手上试啊，不知道上眼的效果会怎么样啊。这个好看，我再试一个大地色。比如说很上色，又软又上色，好的是一个韩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颜色，这一溜都是淡妆的，喜欢淡妆，喜欢比较素雅清纯系的，漂亮哇！还有呢是一个它是金的，还有这个 champagne 香槟色，我想这两个都试一下。现在看两个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在手机上好不一定上眼就好，所以我也要试一试。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用，现在看来真的它这个质量都是很高的。幸好开心我没买，既然收到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居然给我寄了五个，我还有四个。这四个呢，我想干脆就今天送出去好了，因为我们将来呢，我当然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品牌会寄给我东西来试用，然后反馈。你以后这个会做成一个系列，就是 Tracy PR 开箱，我会把这些公关送给我的东西都打开给大家看看，然后我也试用，会定期反馈给大家啊，告诉大家我的这个心得怎么样。那还有哪些品牌愿意给我寄东西，让我给你们试一下，也欢迎啊寄到我这儿来。然后呢，我还定期的会准备很多福利，会给宝宝们争取福利。所以今天呢，是我们这个 Tracy PR Unboxing 第一期，以后还会有很多很多期，所以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在这儿玩这么多送给我的东西，有护发的，有化妆的，专业化妆品的，还有当然我这个特别好看、特别可爱的眼影。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眼影魔方的话，别忘了在小红书上关注我，跟微博的名字一样，微信里面呢是翠西 Tracy， 最重要的是在微博上关注我翠西 Tracy， 还有呢转发的条微博。你的好朋友来抽四个宝宝，我会把这个送出去。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又过来跟我玩， I love you guys so much， 真的非常开心，天天坐在这儿跟朋友聊天一样，看到我拿了那么多东西好不好？我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赠礼，所以一定来关注我，告诉朋友来关注我，然后大家都一起来关注我，还要不断的把这些 PR 的东西都送出去，给越来越多的宝宝们一起来分享，一起变美，好不好？从护发、护肤、化妆，一切一切就是围绕美的主题。生活很美好。All right， 今天就聊到这儿。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for now. Love you.